喂，老婆，普罗政治学院同天南之友合办台湾官选团，11月21日出发，25日翻嚟。不过你系台湾人，应该唔会有兴趣参加啦。那可不一定，让我看看行程。哇，不只去官选，还有很多观光景点哎，而且5天4夜才4645，也太划算了吧！连我这个台湾人都想要参加。咁就要快啲报名啦，名额有限，好易爆团噶。真系噶？那就谢谢老公，快点报名喽。哎呀，又要破财添。梗系啦，带老婆出去玩是你的荣幸，多谢晒。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好，又回到一周时事。今天的像转了背景，还有就即很多謝 William， 他今天其實上工，但是 都抽空上來做直播，都幫我抬出分力。不是，你不在這裡我就總是真的不舒服。不是，我很害怕。我們兩個不是搞機，所以大家不用怕。就這個節目一直都是講國際時事，但是今個禮拜就不得不提香港這個風災。那個即係趣味性喺哪裡呢？就是風災過了很久了，但係呢個特首仍然被人鬧到七彩嘅，到依家都鬧嘅。即係唔講由自我，一講把鬼火。你諗下，連啲所謂藍絲啊，甚至對政治冇乜敬言都鬧啊！唉，真係而家，真係而家你真係無地自容。因為其實如果你話一開始自己戴定頭盔嘅，咁啊好高調咁樣喂要做足曬啲防災工作啊，特別去低洼嘅地區，例如去大澳啊呢啲地方啊，例如鯉魚門啊呢啲地方啦，就諗住提早叫啲居民撤離啊，以防萬一啦。咁好啦，初頭攞咗光環，好啦，後屘天文台先射波，就臨5:00到啊落波。咁我嗰次諗，喂，唔掂喎，冧到咁樣，我樓下啲樹冧到啊，停車場都出唔到去。咁如果第二日一睇7:00-8:00咧，諗住翻工啦，唔得。早上你講早上，好恐怖。咁我好彩啲，唔係喺新界出嚟。聽聞咧，有啲人直頭係點咧？喺大埔行去上水翻工。係呢個就唔使聽聞嘅啦。我哋自己喺新聞都見到嘅啦。嗱，阿頭先阿 William 講嗰度咧，我諗嗰背景應該咁即係去分析嘅。就我一路睇呢件事，其實我一路都係攞緊澳門嗰、那個歷史或者澳門做過的事去對照。大家知道之前其實就出過那個這個天鴿啊，咁就導致咧佢嗰個即係大家會見到個災後嗰個問題好嚴重啦。咁香港政府其實就唔係話唔知嘅，咁澳門政府亦都知，所以今次佢亦都即係打醒12分精神啦。唔係個政府特別醒，今次特別醒目，而係話喂上次瀨個嘢，因為死咗人啊。10個都冇嘢。係啊，咁喂你今次再瀨，即係就嗰個民憤就好難去平息啦。你唔好話死人啦，你停電都好大鑊啊。係啊，嚇！咁香港這個呢個咧，佢睇住澳門嗰、那個即係有咁嘅，咁今次好淡定啦，就事前做曬啊，我哋各個部門咧就果斷嚟曬啦咁樣。咁但係佢唔知道一樣嘢啊嘛，就個風過之後點樣？嗱，而家你好明顯睇到成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是、個風嚟嗰陣時唔係咁，即係好似唔係咁大鑊，但係嚟咗之後咧。嗰啲樹又冧啊，通街嗱，我哋好舉個例啦，譬如我哋呢度樓下嗰幅牆冧咗落嚟啦。唔好話咩啊，呢度要爆玻璃添啊。係啊，爆玻璃呢個就喺呢個打嘅時代。但係問題咧，如果你行過呢度行過街少少，係埲牆仲冧咗落嚟嘅。嗱，到而家咧都未整好。唔係未整好，係未整過，係未整過。唔係一反映個問題啊！冇諗過要整。佢人佢真係清理，即係災後嗰個人手唔足嘅，其實唔夠啊嘛。嗱咁講啦，其實很多香港人都自發性去清理嘅，有些停課的學生啦，或者有些係家庭主婦又好啦。其實喺各區你都見到很多相，就係佢哋喺街度自發性去清理啲樹木啦，一啲可能係飛出嚟嘅一啲碎石啊，甚至玻璃啦，玻璃係啦。最誇張係喺杏花村其中一個重災區啦，大家知道即係停水停電啦。咁而且就係又係都係嗰句啦，
有些人就發了爛財啦，特別就是酒店乘機加價。咁你對比翻喺日本、台灣發生過啲災難之後咧，其實好多人都唔會話係乘機發災難財。日本就係100 yen 係嘛？係啊，直頭係減價，甚至乎係免費啊。咁佢即係其實我覺得有好來好去啦。其實有啲人覺得趁呢度揾筆橫財，但係實際良心過唔過得去咧？發呢災難財，即係如果以一個好迷信嘅傳統東亞人嘅思維，覺得哇呢啲錢你揾唔過喎。咁另外就係啲的士照樣啦，加價啦。的士加價咧就咁樣，你要咁睇，因為佢冇第三保險嘅。唔係，其實我話係即係風災過後已經三號波加價。另外紅 van 真係好狼。紅 van 嗱，紅 van 真係誇張，上水吹旺角二啊，唔係廿蚊，係200蚊。咁係咪有人搭咧？真係仲有人搭喎。咁就會反思一個問題，喺一個風災上面見到香港人有一啲有好嘅一面，亦都有一啲就係喺啲點講咧？即係悲痛之中啊，或者係苦悶之中尋找一啲安慰，就係嗰啲惡搞圖片啊，嗰張翻工嗰張，而家滿城經典啊，已經經典嗰張經典圖片，做到好似有個電影要上映咁啊，甚至乎啲改圖改到《侏羅紀世界》咁，呢啲就係唔係嗰張好精彩啊！嗰張《侏羅紀》嗰張真係，我覺得真係冇得頂嘅啫。冇得頂嘅真係。跟住另外就都要講下啦，其實都反思下啦。其實到底即係香港政府喺呢單嘢上面，嗱講真佢係要鬧噶啦。咁其實平時鬧乜嘢咧？嗱呢個係一個好好問題嚟嘅。嗱要鬧之前係鬧乜嘢咧？咁樣嗱，以我自己去睇咧，其實成個問題咧，我講過好多次，喺呢度咧已經超負荷，道路超負荷，醫院超負荷，交通超負荷。你好簡單嘅，你諗呢個問題，如果好似以前咁樣個人口唔係咁樣。你朝早如果即係有啲咁樣，咁理論上其他嘅道路啊，其他嘅公共即係呢啲公共交通咧，係可以舒緩到部分嘅。咁當然你有好大一個質疑就係嗰朝早你嘅人翻工啦。咁但係你諗下，其實一樣嘢就係今次嘅風係吹唔正嘅，吹正你係點樣咧？同埋另一個問題就係咧，而家開始有人講啦，就係呢啲風災咧。是會越嚟越勁，因為全球暖化啦，阿基尼諾嘅現象啦，其實阿基尼諾呢個字，我覺得都香港都翻譯得唔好，因為佢其實佢個西班牙名攞出嚟叫 El Niño，El Niño 就係解聖嬰啊 ，BB 啦，可以解 BB 啦，因為其實我中意睇嘅馬體會入邊咧，佢嗰個王子費南度托雷斯個花名就叫 El Niño， 咁解 BB 咁解，咁你咁直接叫佢做阿基尼諾，我覺得完全唔係廣東話嘅翻譯，咁呢個後話啦。咁我另外想講係不幸之中嘅大幸係咩咧？好彩呢個風力係好強，佢冇落雨。如果落埋雨咧，嗱今次留意係冧樹嘅。如果落埋雨咧，山泥傾瀉，係仲大鑊 N 倍咁多。大家諗下喺星期一嘅時候咧，我諗好多人都感同身受啦。地鐵基本上你坐完都已經係可以打卡收工咁滯，坐到翻屋企，坐到翻15分鐘做嘢，跟住翻屋企，翻屋企又4個鐘。咁跟住咧，另外就要講咩咧？佢哋嗰啲冧樹係將好多啲香港主要幹道，主要幹道就係解決交通問題嘅最緊要嘅一樣嘢嚟，暫時就希望。嗰晚我寫咗啦，我喺嗰晚行翻去喺呢度行翻去太子道啊嘛，喺太子嗰邊有棵樹直情封咗條路去嘛。唔係呢啲都唔緊要，最誇張係咩？嗰啲大路嚟啲龍翔道，你由觀塘。哇！去深水埗平時可能快嘅5-6分鐘片過去10分鐘，哇！你塞半個鐘都行唔到喎。點解？龍翔道去到過完九龍塘，好啦，有一條落去深水埗又冧樹封咗喺度。前面石硤尾上嚟入嚟個交匯處又冧樹又封咗一個，變咗就係單兩條行車線變一條。唔係，所以佢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咧，佢有冇諗過一樣嘢咧？或者佢知唔知一樣嘢就係？嗰啲路封得，即係因為冧樹封得好。佢明知㗎，係啊。最好是運輸局局長啊，嗱，我有時唔明白。陳美寶啊，攞咁高人工，唔好講呢啲嘢啦。甚至乎有一位啊，保安局局長仲誇張。李家超。颱風天竺，印度啊，我真係好匪夷所思。唔係呢排咧，呢排好多呢咁嘅騎呢嘢喎。就呢個國泰又印，即係打即係個飛機上面錯字啦。錯字啊，係啊，錯字啊。咁呢個王毅喺嗰個 Twitter 上面有瑞典就寫咗瑞士啦。瑞士啊！嗱，我哋而家會列出呢啲嘢出嚟嘅，即係呢排咧就大家都有呢啲咁嘅問題啊。希望我哋做節目嗰陣時都即係小心啲啦嚇，即係全部係講錯字嘅。咁另外要講就係一樣嘢，我覺得係我最想講咧，就係今次其實我絕對係覺得係需要停工。咁點解咧？就係因為其實你諗下咁樣塞法嘅時候咧，如果你令到啲人停工，
啲車唔會咁多啦，一嚟。第二，你快速令到啲人可以清理個唔同地區，加快個效率先啦。我自己認為呢個我個人立場嚟噶。OK， 咁另外一樣嘢咧，我自己覺得就係咧，星期二仲金啲，加埋巴士開始嚟，塞得係仲誇張。我啲飛鴨搭的士咧。根本就喺度送錢俾的士佬嘅，架車一路喺度等，係咁跳機。佢根本你搭的士冇乜意思㗎啦，冇啊，完全冇意思，冇意思㗎啦嚇。咁甚至即係有啲人慘啦，例如你住小西灣，你要去柴灣搭地鐵啊嘛，巴士又冇，小巴又少，行路出去咯，行路出去咯。喺咁嘅天氣之下打完風，哇又濕又熱，真係好攞命。咁另外就係有啲人話：，政府冇呢個權力，其實政府有一條條例我要講就係黃美玲砌係214条呢一個緊急狀況之下，如果政府宣布咗咧。其實行政長官可以簽署嗰個命令咧，就緊急法令嘅情況之下，係可以宣布係停工。咁但係個問題背後就顯身一樣嘢，香港人開埠到今日，一路都係一個重商主義嘅社會嚟嘅。咁係以金錢、商業呢啲嘢嚟掛帥，好重視所謂經濟效益。往往喺呢啲咁嘅關鍵冇啊！我哋都中曬嘅，我哋都中曬。因為我攰啦，關鍵嗰、那個即係時刻啦。其實咧。就往往衍生出呢啲醜陋性嘅重要關頭，人嘅命緊要啊，還是錢緊要？其實我之後覺得，喂，你錢你幾時都揾到㗎啦。但個問題，人命冇咗就冇咗。呢個我就要幫你啦，因為你年紀細嘅，就即係以前咧，我哋六七十年代嘅時候咧，係有放過呢啲假嘅。有啊。有，佢呢個呃你嘅，即係你冇人走去拆穿佢啫嘛。其實呢啲就全部都係。恰你啲香港人，是你底線啦，同埋嚇唔識咁啊，唔敢駁佢咁樣，咁但係佢已經俾人即係圍毆到暈㗎啦。連建制派啦嘛，連禮義廉兩張報紙，兩張大報都係講嚇港人自救，咁即係你個政府咧做唔到嘢啦。咁但係William提出個問題咧，好值得即係再講，因為而家唔係淨係呢單嘢嚟緊，有好多嘢佢係大型嘅建，即係呢啲類似沙士嘅問題啦。嚟緊美中貿易戰啦，好多嘢突發性咧，你可以問就係香港政府，即係特區政府佢處理問題嗰個協調嘅能力夠唔夠？喺啲部門之間協調嘅能力啊，咁你而家睇到一樣好得意嘅嘢咧，就係呢個運房局局長咧係一路隱形，係唔出嚟嘅。佢今日出咗嚟啦。佢知你講錯嘢咪一嚟，二嚟其實而家喂你講唔講車你都要出嚟啊，大佬。其實嗱，個所謂嘅問官嗰個咩問責制咧，其實我覺得係。自從董建華時代之後冇噶啦，咁另外我都要講埋就係咩咧？其實而家啲官咧，佢就係一種叫做見怪不怪啦，唔會理你嗰種處置態度。因為佢覺得一樣嘢就係咧，嚇，譬如話你鬧咯，你咪鬧咯嚇。咁而家譬如話朝早咁，你電台咁，你鬧得似唔好似以前阿大班嗰陣時咁樣啊嘛，會俾人咁樣羞辱啊嘛。同埋好多時咧就。即係好多會變咗係政治問題啦。即係舉個例子，譬如話你鬧佢，咁佢咪挑戰呢個所謂即係北京啊，或者之類咩咧？咁但係去到民生問題咧，就大家好清晰嘅就係、是、你呢次係決策錯誤咗，你係賴嘢嘅。唔好將民生同民族啊嗰啲咁嘅係啦，你冇得拉埋啊嘛呢啲嘢。你話個工作呢個係純技術問題，就係、是、你判斷嗰個形勢就係嗰日翻工合唔合適，咁你判斷錯咗嘅，好明顯係呢樣嘢。而家我哋唔係淨係鬧呢樣嘢。就係、是、我哋見微知著，就係你咁都賴嘢。如果仲大鑊啲，你會點先？呢個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最大嘅疑問嚟嘅。其實我諗係咩？即、就、係、是、對於一個咧，連廁紙都唔識買，搭地鐵不啦，通都唔識嘟，地鐵唔識嘟啦，人日日坐住架零字，飲紅酒唔識揸酒杯啦，係啦。咁好多外交例根本就零嘅，一個之前港英嘅 A.O. 佢哋帶領我哋一個城市去向前行。其實。真係令到好多人咧係覺得係遊走劍鋒，我自己覺得，即係一單一單嗱，呢啲有時真係覺得奇怪。明明係六七月到八月咧係打風係最旺，今年一個風都冇打過嚟，全部日本。九月就送你一個，今年應該得一個就係呢個超級送大禮。即係你退翻之前嗰幾日嗰個風咧，係小巫見大巫，而且咧佢真係冥冥中嘅咩咧？佢唔係禮拜一二臨，禮拜六日嚟。就即係送你一個咩咧？送你一對翼。點解星期一啲人翻工、啊？如果你星期一打咧，都還好啲。咁就佢跟住可以做，即係諗下啦。因為既然星期一嗰日已經放咗啦嘛，係嘛、啊？即係咁講啦。但係而家佢拗咩咧？嗱，佢好簡單啫，就話如果你八號風球咁講明啦，八號風球就唔咩啦，唔翻啦。譬如你紅雨黑雨咁，咁啊唔翻啦。咁但係嗰日喺六點鐘掛三號風球啊嘛。咁三號風球冇講明係即係。
在正常情況是上班的嘛，那他就拿著這個走去 charge 走去推咯。但他沒有講到一件事，就是你三號風球完之後都有風險的嘛。風險在哪裡呢？就是有些原本冧冧下未冧得曬的，要在那日冧要肉罪，就是說是啊。那冧是什麼呢？今次又好彩又沒有人命傷亡，最多是什麼？啲大頭車砸中塊尾板同個貨櫃，嗱個跨度係點咧？你見到啲尾板夠堅嘅，塊尾板冇爛，但係個貨櫃立凹曬，校巴啦，有呢個九巴啦，成個樹枝插落去，你揸車而家吹好慘嘅，步步為營嘅，上到去又見到啲樹枝又要兜一個彎，又要擰，一時候咧啲單線雙行，即係單線車線咧，又冧樹咧，你又要等對面冇車過去，其實好危險。特別係啲斜坡啊、轉彎路咧，一兩棵樹，甚至好多啲行人路咧，到今日行唔到嘅，險象環生，啲市民就要行出去條馬路邊行。你一知啦，人多車多，香港地，喂冇意外，我覺得算真係會還神。冇啊，係咁啦，香港從來嘛，你過都關唔算數咯，咁冇人嘈你，嘈你當聽唔到啫，而家就可以。咁如果一死人或者，即係大人傷亡咧，大家又嘈啦。嗰朝有一單嘅，就話翠屏村咧，就有一個就話佢喺棵樹度瞓咗喺度。咁後屘咧就證實咗，原來佢係自己跳樓輕生嘅。不過咁啱咧，佢又跌落嚟嗰位咧就喺樹下面。咁呢單嘢跟住就有人 fake news 啦。其實講起今次打風咧，我都要講一樣嘢，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其實 Facebook 或者任何一啲社交媒體已經變成咗一個將啲 fake news 傳開出去的一個媒介。啊，點解咁講？就係咧，我 Facebook 睇到好多啲關於咩香港嗰啲打風情況咧，佢係攞咗深圳啊、廣州啊或者係珠海呢啲地方。第二樣嘢，將一啲上年幾年前甚至乎喺菲律賓發生嘅嘢抌落嚟。我第一眼睇到就係話咩咧？有一個人咧就第一個喺香港就俾颱風搞死嘅人嚟，就一個菲傭，因為要個僱主趕叫佢出去買嘢。咁其實嗰單嘢菲律賓發生嘅喺馬尼拉。咁我就諗緊，其實喂，在而家呢個嗰個咁嘅風頭火勢情況之下，大家喂，即係出小句聲當幫忙，你真係好影響其他人嘅情緒，甚至乎有啲媒體係希望即係搶先播新聞。喂，佢好似學翻以前亞視咁，將江澤民話佢死咗咁樣播出嚟，喂，好誤導性嘅。特別喺啲大災難時候緊急情況，你咁樣樣咧，其實係會累死好多人。甚至乎即係一個災難。其實今次我哋去反思好多嘢，就係見到人香港人有一啲性格嘅缺陷啦。咁另外都見到我哋嘅所謂嘅政府，佢真係施政係，甚至乎佢協調能力係完全係出現好多好多問題。咁你話有冇得補救咧？絕對有嘅，因為呢次如果對比翻上年澳門咧，就小無見大無。一冇人命傷，冇傷亡，冇死亡事件先啦，冇話傷，有人傷。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亦都見到其實今次香港人都算係醒目㗎啦，因為點解咧？就搶購嗰啲皺紋膠紙，全城狂掃。咁啊都睇到有啲鋪頭堅守立場，仍然都係正價。有啲係炒到點咧？50幾蚊、80幾蚊。咁就喺災難咧，其實我覺得咧就係體現人性嘅一個好嘅方法。你嗰個民族性格啊！但我覺得就香港人都是很正常的，有人趁機賺錢，有人就去做一些公益的事，很平衡的，香港都又不是過分，是吧？但是你的政府如果個政策本身出現了大問題，就會導致很多人就去利用這個機會去賺錢，咁就將嗰個人性嗰個黑暗面咧、陰暗面咧就推出嚟，甚至利用呢個時機去抽水啲，有啲政黨或者爭取咩話，話爭取咩停課一日，你唔好打呢啲嘢出嚟啊！停課係我覺得係應份嘅，OK， 我唔覺得會因為你一個咁嘅 small potato 啊，你唔好話，即係我自己係 small potato， 但係你喂你咁樣出嚟，你都係為咗選票嘅，但係我覺得好多人，甚至乎而家好多香港人都理智嘅，基本上。咪知你咩料咯，更加對你厭惡咯。佢應該咁講，如果唔係我哋走嚟爭取咧，就唔會嗰日會停課。如果佢夠僵就咁講啦。最離譜係咩？教協好似都出嚟抽嘅。唔係教協，我覺得佢有呢個身份嘅，佢即係佢可以講完之後佢唔出聲，但係佢一定要講嘅呢個就，因為嗰個涉及到學生同埋教師個安全啊嘛。咁但係要鬧咧就未鬧完嘅。有話啊，一粒咁長。林鄭月娥。咁佢講咧就話市民咧攞呢個特首嚟走去出氣咧就好應份嘅咁樣，咁呢啲係負氣説話嚟嘅嚇。即係我第一眼聽我已經覺得係唔係好唔理智。如果你企喺一個即係你係一個政治人物角度咧，係唔會有一個政治人物，甚至乎你係一個 leader 成個政府架構裡面最高級嗰個人。你講呢番説話咧，
你是代表了整個政府去講嘢。咁你諗下，喂，真係甚至乎有一啲我啱啱都講到藍絲又好，對政治係冇感覺嘅港豬，佢今次都會頂唔順嘅。因為我琴晚走落去喺交流食房，我聽隔離台嗰啲最基層嗰啲啦，都鬧嘅。即係佢鬧嗰個亦都同我哋嘅結論一樣，就係嗰日要放半日假，起碼咯半週咯，半週假。咁半週假唔係代表真係放假，就係、是。好似頭先我哋講咗咧，就係、是、嗰路面如果冇咁塞車嘅時候咧，或者甚至封咗嘅時候咧，你可以嗰啲人咧就盡快清咗啲嗰啲即係阻塞交通嗰啲樹幹啊，或者其他雜物啦。同埋好多嘢搖搖下啲炮啊、槍啊，即係去確定咗就嗰啲嘢可以喺嗰、那個即係未真係冧落嚟嘅時候咧，就做好個安全嘅措施啦。咁佢講呢番説話咧，事實上咧就係、是、喺傷口上邊撒鹽嘅。嗱，佢好簡單。如果譬如話嗰日你做完呢個放嘅決定出嚟，走去道歉，咁就大家可能收貨之後咧，你再做好啲，咁其實件事就過去啦。但係你而家唔係，而家就搞到喺我相信聽日第三日啦，都仲鬧嘅。聽日禮拜四添啦，唔知係第三日啦。少見㗎啦，香港人比較少。係啊，即係其實通常嚟講呢啲嘢鬧完一兩日已經唔做，我自己都係諗鬧完一兩日都算啦。哦，原來唔係。今日仲鬧，咁我哋所以於是乎咧，我哋呢一節咧就去長街去檢討呢個問題，就係呢個人個態度咧，從來都係咁樣嘅。佢第一樣嘢就係，如果你批評佢咧，佢從來都唔服氣嘅。就算佢表明佢唔出聲，佢其實佢心裏邊對都即係要同你死撐嘅。咁而家就係啦，個情緒去到呢度，佢抒發出嚟就係講：，屌係㗎啦，我哋做到點樣，我哋都。即係俾你哋鬧噶啦，咁而家今次咁樣，你咪攞我出氣咯，冇所謂噶咁啊。咁呢啲説話咧就叫做晦氣説話，係咪啊？而家唔係叫唔係鬧你咁簡單啊！我成日好強調一樣嘢就係、是、鬧你之餘，其實係想你，如果你下一次有個同樣嘅問題，或者一個更嚴重嘅問題，你點搞先？唔係咪去人命傷亡，即係出現死亡事件啦？而家就我相信，如果係距離應該係七啊二小時已經過咗噶啦。你見交流清咗幾多嘢先？一啲嘢都冇清過，話俾你聽。其實好危險㗎，清呢啲其實都即係一啲嘢都冇清過。嗱，我沿途我今日搭車翻嚟嘅時候咧，我見太子道嗰度係全部未清過。咁而家最多係做咩咧？就係、是、哦，發現到嗰度有嘢啦，就揾啲繩箍住佢，咁就叫做即係封鎖線。其實屌咩封鎖線？就仲衰啊！嗱，講俾你聽下，有樣嘢就係啲樹木冧落嚟咧。第一佢因為而家天氣咁熱咧，佢會慢慢腐化。咁、另外就係咩咧？入邊有好多啲昆蟲啊、蟻啊。甚至蜜蜂豆，咁另外佢真係加埋啲積水咧，好易惹蚊嘅。咁有人都講過話喺大埔清理嘅時候咧，係或者係啲人路過咧，係俾因為佢啲樹好多蜂豆，啲蜜蜂咧其實好簡單，就係咧佢如果個巢冧落嚟咧，佢就會發癲嘅。咁就好多人俾人針。咁呢度係我上網睇到就係關於大埔一啲有啲人講到就係話有啲人喺度等的士俾蜜蜂咬咁樣，俾蜜蜂針。咁就另外就話咧啲樹好多啲紅啲啲蟻啊，咁有啲人去好心去幫手去清，咁希望大家都自己注意翻安全，因為其實有啲人對蟻過敏自己唔知，咁甚至乎即係今次我自己比較少少會安慰就係、是、起碼香港人真係一句自己社區，自己救，即係起碼都有個比較團結少少嗰個。但係你都要咁睇，你救之餘，你自己本身有冇足夠嗰個知識去做嗰樣裝備啦、能力啦。咁如果你救咗個政府，就唔需要做嘢啦，係咪啊？仲開心啊！咁佢可能佢覺得即係咁啊。咁呢個係永遠要有一個平衡點喺度嘅，就唔係話哦，所有嘢都個政府做，或者所有嘢都即係個市民做。個政府有佢自己本身嘅嗰個職責同埋範圍喺度啊。同埋咧，即係呢次我都睇到，又係有一啲人咧，永遠都係啲災難裏面有一啲係無腦人士嘅。咁啊，呢啲無腦人士做咩咧？就係勸喻情況之下，仍然走去追風啦，或者去一啲係非常之近海邊，即係完全基本上係海邊嘅地方。咁有一單喺烏溪沙咧，呢單我都想講下就係咩咧？啊，聽聞咧，佢哋走咗入去捉玩 Pokemon 定唔知打塔嗰啲啊，冇嘢。咁啊，走去嗰個位。咁啊，結果真係困咗嘅，因為呢個都係未完全證實，但係佢真係有幾個俾人被困，就話喺烏溪沙嗰條長嗰條走廊嗰個位咧，就出去海邊有個艇嘅，咁困咗喺度走唔到入嚟。咁另外咧都有一啲就係話喺呢個沙田沿住城門河嗰度追風。其實講真一句啫，我自己比較喺呢啲情況之下咧，我覺得最慘係啲消防員，嗰啲部隊嗰啲，即係我唔理我對警察嘅態度係點或者對咩，但係個問題真係你咁樣搞死人。
試過啦，早排有一次打颱風，有兩個大陸人，佢走去爬山。你知唔知點解嚟爬山？唔知。唉，大佬，佢採藥啊嘛。採陰，採陰係嘛？你補陽啊？唔係，好多噶，佢嗰度斬啲樹啊咁樣噶嘛，好多咩啲咩羅安蟲啊。結果令到一個好本來好完整嘅家庭破碎咗。唔係佢哋，嗰、那個就爬山、那個。爬山救佢嘅消防員。爬山嗰個就是香港人嚟嘅，佢救佢嗰兩就冇事嘅。咁但係好多人就覺得啊，即係行山。大佬，你唔好以為啲大陸人真係行山咁簡單啦，行山係真係坐入邊。咁所以咧，其實呢度我都可以講下少關於台灣咧，其實有個法例咧係關於一啲即係喺災難情況之下或者勸喻，或者呢個地方唔係一個係適合去行山或者係一個禁區。如果走去行嘅話咧，佢罰錢嘅。嗱點樣咧？就早喺二月份咧，好似花蓮嗰邊咧就有幾個行山人士就去咗一個係唔俾行嘅地方。咁有其中一個咧就跌死咗嘅。咁就佢哋報警啦。咁當地咧就用咗呢個直升機嘅，咁大家知道，因為開一次直升機其實用個費用係好高嘅，要我自己俾翻。咁最後咧就裁定咗，咁就要罰96萬嘅台幣。咁死者就過即係唔喺度啦，咁就另外嗰五個人咧要每人就攤還呢個費用。咁其實好多人都贊成嘅，因為喂講真，你自己搞即係你自己和上身，你又要人去救。咁有香港人覺得喂唔得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大家諗下，即係災難當前嘅時候，拯救你嘅人所動嘅資源，一切都係金錢人命。咁喂講真一句嘢，我一路都覺得喺呢啲咁嘅情況，真係已經勸喻咗你，甚至乎講明保險都唔爆，你都要去嘅話，兩個字。揾死。咁大家記得咧，就係、是之前咧喺泰國嗰、那個地下通地下嗰、那個隧道嗰度咧，被困嗰幾個細路仔咧，佢哋都要之後都要出家嘅。係啊，因為佢哋個社會嗰個就係諗法就係、是還債，類似係。還債因為有個前特種部隊就殉咗職啦，不幸犧牲係。咁呢次咧，即係我覺得咧，個市民本身咧。去咁高，即係話大家喺網上去鬧呢個咧，亦都反映到香港一個即管治上嘅情況。佢同大陸好唔同嘅，同中國好唔同，就係咧呢度啲人咧仍然都係好中意鬧或者好中意去批評嘅。主要個衡量個地方咧，個標準就係呢批評本身合唔合理啦。咁好明顯就係呢次風災嗰個政府嘅決定咧。是錯誤，是導致很多人咧係損失咗時間。但是咧，我哋唔好忘記一樣嘢，係因為我哋好彩咧，先至今次係冇人命嘅傷亡。如果個政府咧，佢係因為佢嘅失誤而導致有人命嘅傷亡嘅話咧，咁呢個實際上就唔應該唔止於喺嗰、那個Facebook 啊或者呢啲網上邊去批評嘅啦。就應該有一啲實質嘅行動咧，去抗議嘅。咁我哋而家暫時咧，即係我哋未行到呢步嚇。咁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經歷過2014年之後咧，其實大家都謝曬㗎啦，即係大家都即係，唉，而家都算啦，係鬧。社會個氣氛係比較消極啲嘅。咁你可以正面咧睇嘅就係而家係集緊氣，即係大家係做埋一鋪，睇下你嘅政府做到幾撲街。如果你真係再離譜啲咧，我相信咧就應該都。要去做一些比較激烈啲嘅行動咧，即係唔好等佢咁串啊！而家我用到呢個説話，就係、是、尤其是阿林鄭月娥講呢句咧，即係市民要揾我哋出，揾我哋出氣都好正常啊！這個咧係令我係極度反感嘅。啊，今朝聽到一句應該口音係新移民，應該潮州人嚟。啊，佢係仲好笑嘅，佢啊兜口兜面都鬧啊！佢聽到佢講咩啦嘛？唉，嗱呢個粗口嚟啊，講埋啦，原汁原味啲，加埋啲潮州口音。屌你娘，近你娘咩咩？啊，即係田工啦，你仲衰撚過呢個生鎮市長？啊，人哋一早就話要田工停過生停，你又唔停啊？跟住咧又要個個咧喺度逼，人哋喂你連呢啲人都咁樣鬧你喎。係啊，咁你諗下啦，你連啲本身日日幫你撰文去幫你去即係啊。去維穩啊啦，係啊 spin 嘅人，都調轉，你係選 spin 啫？點先？俾人 spin 埋，俾人 spin 埋一份到時。係啊，你去湯家華點 spin 啫？佢又犀利喎，即係呢個人咧，真係仲喺度堅定不移喎。嚇！
即係唯一一個有佢嘅理由嘅，有絕對有咁絕對有嗰啲理由，大家都知㗎啦，大家明白。佢而家就係點都算啦，係即係總之就係、是月亮係四方嘅，咁佢都照講嘅。太陽喺北方升起，太陽發光佢都照講㗎，地球係四方佢又照講㗎。咦咁佢後邊有個原因嘛，即係已經叫搲爛塊面啦。咁所以呢個人咧就唔值得去講嘅。只不過我真係有一個忠告啦。就是你如果這個態度呢，你不私底下去反省的話，你還拎埋譬如中聯辦或者張曉明或者即係港澳辦出嚟講話，你即係嗰個處理風災嗰、那個工作做得很好咧，你真的信的話咧，你就遲早爆大鑊噶啦！我很肯定咧，出年咧同一個時間九月的時候咧，今年呢個情況是會重複一次。打風嚟喎。係啊，因為而家嗰個原理好簡單，就係、是。全球暖化的問題呢，你在美國已經出現了，即是這些的，這些風是越來越厲害的。今次其實打去、美國佛羅里達州，佛羅里達州那邊其實不只影響它，其他地方甚至乎上年打一次都是休斯頓、德州這個地方都是受到很大的破壞，整個德州機場、休斯頓機場是浸到是真的、還跨過關西機場、當時候其實大家看回對比就是、香港和美國所謂他們的官員處理態度是什麼、美國、在休斯頓市長一位黑人，我忘記他什麼名字，他說了一番說話，他就說打完風大家不要掉以輕心、大家要安全、最重要就是安全，他說這句說話就是大家不要掉以輕心，他知道就是喂 一個風來完之後，他不是說、哦、來完搞完出太陽怎麼辦，你有很多善後，是啊，你最大的，因為他現在整個問題就是他想著風來了即過了之後就沒事搞定，就搞定了，天光曬，是啦、啊、這個是最致命的整個心態來的，所以這個經驗看看他吸不吸收，如果不吸收的話，就大家在遇到情況就不要只在網上了，要做一些比較激烈一點的行為。好，那我們休息，稍後回來就第二節。